Juliet， 刚，不要停。哎呀，他想啊。我在想。我们认真起来吗？认真起来，认真起来。这两天说实话，我也在熟悉你，然后你也在熟悉我。对啊。我不想觉得说我们两个人，是因为各种其他因素，然后呢，在作秀。那你对于你来说，你会觉得为什么我搭档他会一直这样子？所以就是我为这个行为向你道歉。因为我不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要接这个节目啊。你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吗？我想。要不就不做，要不就做最好的。OK， 你说了一句我也说过的话。那就行了。你们能完成这个动作吗？就是做演员，你们能做吗？对，能吧。你的动作一定要慢，脑一直跟自己说动作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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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。目标就是拥抱。把那个注意力放到对面这个人身上，我该如何跟他就完成这个动作？这是你的队友。慢。慢慢慢，对，感受到我们那个不可抗的那种力量啊！你要试试我的动作，哎，对，也是慢的。好，来这个节目之前对他的印象就是挺有趣的，然后开得起玩笑的那种。今天这是我感受到他对这个东西认真的那种态度，让我觉得不一样，就没看到他这一面。相对于之前他俩间的一种信任的一种递增吧。好的。我看到变化就是他俩会更放松这件事情。你们互相当做对方的眼睛保护他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。小鬼不要让他碰到任何东西啊，让他保持完绝对的安全。对。你放等一下，你把我转晕了有点的话啊。慢慢走慢慢走啊，相信他就好了。怎么变这样了？很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就是说其实他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人。他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人。要下去了，要下去了，我得摸你头，我得摸你头。下去下去。因为我其实不了解他嘛，所以我有点焦虑。然后后来他说他其实在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，以后让我相信他。恭喜你们这个感情可能就是又进了一步，这真的是进了一步，真的。沟通重要的是沟通，今天就有一次有效的沟通，我已经觉得很好了，这是迈出了第一步。